就很棒。你没有打火行，机我这把贼好，通灵，你啥？你老超我级认通了。灵，是我，是我，是我，哦，是小我。OK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小叶，是我，想刀我？旁边有个人谁？我所有的注意力都注意在星这边了，但是步这边倒拍也是在我下面倒拍的，我没注意下面那个人是谁，好吧，反正下面是有动了一刀的。秀才这边的话是星动了刀，耗子，小一，我已经把我的身份告诉星了，如果我死了，那他肯定得买单，好吧？然后我这边过啊过。Old K 小一发言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王拉居，你怎么敢开这一刀？你怎么敢开这一刀？王拉居把步刀了啊！全票给我打飞王拉居！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开这刀，反正我直接挂票王拉居，我过了。后面的你们盘，我只看到王拉居把步刀了，过了。是这样的，我呢去尿尿了，我尿尿回来，我还没有坐上我的椅子的时候。我看到太一站在我的面前，然后在我的 CD 刚好的那一瞬间，空格摁下去了，他死了，然后就被拍进来了，其他的没有了，我好带。他说太一过，叔叔这个刀主动承认，没人看到他的主动承认，那我认他为好啊。当时我在那个青霜营地那里续费的钻石粉丝上去，耗子铁不开刀啊，铁不开刀。然后小易又说拉奇变刀，那就看拉奇怎么说嘛，是不是？我只能保耗子一手，没什么信息过来。先发言，我正义使者点杀小易。小易，我就看到一个黑色玩意儿往那穿，你知道吧？我是刀的秀才，对吧？王爷拍得紧。然后呢，秀才，然后立马左边动了一刀，是黑色的。耗子在旁边，不知道是不是耗子。我全票打飞小易，是个黑色往前一冲。那就是你小易，你能点杀到王拉奇的过，我这一使者，如果我是坏人，我直接把王爷身份递出来，好吧？全票打飞小易过。一，铁西恩是一张不愿意报王爷身份，而且知道王爷身份的人，而且刚才一到时间，两个人同时点票，那这一把不是西恩就是小叶嘛？那西恩这个发言，我觉得可认好，而我是一个从最左边出生，刚到饭堂，还没到投食那个地方就报警的人，肯定是一个纯纯的好人外之位。我这把信西恩了，好吧？然后听一下王拉居投的是谁过。我要咬死这个王爷，我去你的，三个腿一个没吃着。我去票了，妈妈喂我过。那我复活是在前堂，然后我走到那个拐角的时候，我隐约是听到了王爷和西恩的对话。西恩说他是高级通灵王爷，那耗子又跳了秃鹫，那十八在地上，那什么情况？秃鹫恶心秃鹫嘛？那不懂啊。然后小易是踩那个面刀，还不挂票王爷。然后西恩是说小易黑色中的刀，叔叔认了太医这一刀。王爷报警位，那西恩应该是好，那出小易啊过。拿起，被静音了。耶嘿，妈妈喂我！耶嘿，啊，妈妈没了！耶嘿，妈妈。我不经意了，小易杀的。那大小易杀的先。西恩肯定是个好人，我以为他俩双狼，那个我好像被十八 Z 递了身份，好像，对吧？就，我做了两个任务，我下一把可能会有条，不知道做俩任务条动不动啊？我当然，
你别笑了，别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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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应该就剩一个了。上一轮三个弃票嘛，耗子弃了一票，是吧？小易应该是没弃票。那么三个弃票，一个秃鹫，两个坏坏，我刀了18，太乙也是我刀的。那么还剩一个坏坏，我警长，王爷上一轮报警卫，拉起背景音，耗子秃鹫，小橙子跟朱大祥里面出一个，其他的没了，过。橙子保险啊，当时我在那个祭坛是碰到了王爷，然后那个我给你们说个事啊，就是耗子跟十八 Z 走了，然后十八 Z 没了，也就是说十八 Z 是铁狼走的呗，那耗子就是假秃鹫呗，就是当时我王爷，然后朱大强，然后拉奇动不出这刀，我也没什么信息了，过了。苏苏这一刀我觉得可认下了，因为很明显的场景就是耗子应该是那个秃鹫吧，对吧？然后十八 Z 应该是跟苏苏俩人拼刀，是不是没拼赢啊？然后苏苏报警肯定是不想让耗子吃这个腿，所以苏苏一定做好。刚才是王爷、小橙子、王拉居跟我这个复仇者站在一起，我做俩任务，两个小任务，但是任务条没动过。而小橙子刚才这发言我觉得有点狼相啊，我听一下王拉居投票投的是谁，如果跟我一样也想投小橙子的话，我就直接下手了，过。 OK， 耗子发言，刚这次到才知道妈妈是谁，妈妈被投出去了，刚刚进去才知道爸爸是谁，一边撞上来了一个坏人追着爸爸砍，爸爸也没了，刚认了爸爸的爸爸没了，现在啊还有一个干爹，我的天，干爹，我说实话你这个太明显了，没办法了，过。那你那干爹还会一所技能叫静音，好吧，打飞小橙子，他是那批剩下的定了啊，我归他就行了，过。太医是什么呀？太医是什么？爸爸妈妈是什么？我想看看太医是个啥。我撂完撂回来，我还没坐上来了，一刀给他嘎。他是猎鹰，太医是啥？太医是小丑。你说说手，你别说话，我说我守着你吧。我把你背刀，你回来给我一刀。王拉奇，我救了你啊、哦，不然你静音你就洗不脱了。我差点要洗，我两个你差点被静音我，对你差点被扎出去。行，哎。爸爸妈妈不行，我得换一个，我得去投胎了，再去投胎。哎，你走，我得再去投胎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耗子是你的问题？就很棒。